十个廿十个时段，今天我们要出席的中山学习艺术群众，我就非常感谢的从今日我就下十礼拜将今天的所有精神，我就仍然可以由三名起始的来一切的来思想一个中山的学习，尤其是一切的我们的六年的诸侯之外同他一切，他就来奉献一集的六年创业，我们一切来做到的天花板，我们多谢三美人主啊，我们的优先爱创创歌送于在我们生命之中，并过我们的娱乐，并过我们的平安，在今早晨我们也听着人的心灵以用的来引爆我们，使到我们一生都行在主人的浸泡里面，用我们一生发出人的亮光，好像依然中在人的路，像好中在人的礼拜路一样，主啊，我们恳求你，求你绝对我们顺服，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人的灵魂，让我们看见人的教头，更加的让我们挑高点走线，我们六年的六年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生命见证主，以在我们每十年身上的奇妙作为，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共天教堂仰望。封日是到宝贝的新人求得，阿门。好，我们来看一看的经文，主耶稣圣灵所托的写在一则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系信仰主方可以用一个版本，一则主系和合本，一则呢主系现代中文译本。信仰呢现代中文译本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因为要明白，因为要清楚去了解一看的经文啦。我们要来看一下呢，看开总文艺本卷的时候，这不是说我已经成功或者已经完成了来提出呢鞭炮自求赢得那种上，其实为爱使我达到这目标，基督也是已经先赢得了我，弟兄姊妹们，我基本因为我已经赢得了也终生，我只专心的天使就是忘记过有潜力追求前面的事，我向着目标这边为我得到终生，也终生就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叫做基督也是负责乃地两修的，也就是主文现代中文译本，所以我们看得起来，看起来是非常的好明白。如果明白到的好客观呢，就是容易去提这个，或者可以叫做基督也是，所以叫做我的啊，想看得好叫我，提拜看就是没得那时候了哈。提拜来看也看得起来呢，然后明白也看得意思很明白，但你其他人去看见看到，也比较也看得起来。因为我就以改变的方式直接逐渐的来改变，不然我也想我也看到分享下也看到经文来再改变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结束之前所讲的那一段话，就是那一段经文，并我就是特别太太安慰腓立比书是保罗是在西方在感奉的爱所写的书信，就是佛所书、菲律宾书、俄罗斯书，然后也是菲律宾书。当时也是保罗，他都是在左边间，在间中修建也是的库。他每年来追究的也是的审判，就在菲律宾书一章，26节。然后每年来他传偷审问，该追究的也判的时间。但是暴露在人社会的奉献，我们要看到就称为的奉献落的属性，过的是在翻案中依然可以拥有的一个喜乐，暴露就在人看的时间，他就作为一张一生回顾的时间，一生的过去，他过去不会嫉妒丢弃我的一切，你将一切去看回，很丰富，看将也是基督。
而从饮食的处看为接棒。所以在他前面讲的昆马只要看有其主角了，你讲也没讲爱已经的完全的重量已经完全了，已经得错了的得错了的慢慢意思包括专业时候其实讲起来就会一个生命一个标准的时候，但是他里面讲爱行在努力爱行在接極力的追求，乃行在本貪的外先的當中，向之愛，也托的檢問檢疫，你那對有冇得意思呢？也托檢問出國的銀行線，行在命的生命之中，在眼的生命之中，行在本貪的東岸，東岸的東。因为你的身体的本，所以你的生命以外含貌完全，那就含有潜藏的十个空间，那就含有潜藏的空间，并且那就其实却每日都想向修炼，那就生命潜藏的廿十个喜乐，那就有一条喜之时，那就嘅生命，尤其是那就嘅灵命。就是本观的前众也是在提了就是那条有时你用肉眼可以看得到的那些我用心灵的体会住在那个生命以外在东方在那个生命以外不断的来改变无论那条发到一个帅无论那条脸帅的一个上帝一年出来的生命里面的东方虽然对你是落人落人主义但是也是对那条那些很年轻的所以也对那条公平同样的一番的话我就来看在那条我的心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很多的心中呢究竟有多少年有些思想过也是个问题他发觉爱的好少去思考也是个问题因为那个思考的问题过过也是个问题但是也是个问题我们那就作为基督徒那就会去思想的那就会去练一练充满那个情重因为谁处理过的情重那不一样的保罗就像人家说人家说人已经得错爱已经完全爱他行的却立在我去追求或者可以得错追求时所以得错爱来所以人家放在顶部的爱却公平来看保罗他因为他已经完完全全的他因为既然得出来也是我去得出来包罗去地道去地道以前的他的时候创作来呢虽然在主的过去已经得出也是在救援但是他的生命还是不完全的他的生命依然爱情中还有马该很多完全呢一直包括是讲那些不还钱的还钱呢就是我还钱的十个因果还钱的是什么东西呢还钱就是结出来达到目标还善害的十个因果也甚至一面害包括他不会真的停留在救援的前面他会达到目标他会更加爱完善人生的任务，更加爱以心结的生命来连接人世的救恩。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你就会发觉到你系好深奥的，讲到人生的生命，讲到人生的心结，讲到人生意义清晰。每个环节我都可以明白，但是可以用啊，可以用啊，就要经历的保罗。如果一个生命更加的心境
第二点讲一下是基督的救恩。人讲讲救恩啊，就带领他就有一张好太太思想，比如说就说爱个听有情味，包罗还有个思想也体现了的。那就冒上个停留在个十九年上面得到真救恩十个上，也十个前面。我爱心也是那上面会得救我，那就停止在爱面上。救恩其实已经是拍在刺激那边，那就其实已经用描绘也十个救恩。虽然那边用描绘也十个救恩，但是那边仍然有义务要继续。基础的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追求那也是基督赐给那条拯救那条业障的目的，主也是不能单单从罪救回那条出来，希望那条的善念不断的成长。也是讲，并那条看，有一边讲那条一张新的善念，那条未长的信徒。都有不同的心情的程度，那就信仰的程度也不同。像记得一天的事情，那就在不同的信仰程度做中记得一样的事情。无论是在那就在教会中培养的程度，或者是教会中培养的梯度，那就应该按照那就在心情的程度。那就爱极力嘅去追求，那就人生上嘅成长。因为唯有在成长嘅过程之中，那就才能够真正嘅体会到、经历到，那该享受救恩，那该享受主，那么就同在嘅喜乐。那就五万钱，那就一年爱成长。那就接受了主耶稣之后，那就在生命其实就是逐步逐步的在转化，心灵不断的高考那条，知道那条，突出那条，精进那条，甚至那条也透过读圣经了解上帝的心意，那就最后看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关系越来越亲密之时，那就在生命。那就在思想，那就在作为，也不断的在改变，那就在价值的观念，也不断的在提升又提升。也就是，那就在主的爱的成长，那就也可以少做一天的事情，要当我们接受为主，当我们要上帝有点啥。好亲密的连接之后，叫做保罗所讲的，来我以心结的生命连接，也是主耶稣的救恩之事。那就最后发觉了，那就和主耶靠着主来清除，那就内心里面的一些垃圾、一些不好的东西、污秽的东西，就要逐渐逐渐的变清除。以前那就让上帝，那就自己的生命。也不断地在修复的当中，人哋嘅资料，咩义课，也咩爱课，可以学得到嘅，乃系我透过上帝的话，我哋真系要得着一个生命得着修复，生命得着医治，生命得着成长。我哋每日都系在成长的当中。所以那条在人生的一路就是会不断的成长，也是那条会追求的，也是那条当会行的。那条会少成长之时，那条必须会每日的努力，那条会继续的成长，那条会向前前面来看，那条得着人生的新的生命。当你不注意新的生命，那条每十年不好注意，那呢我有付出代价的。我要宽面的，我要好多方面的，所以成长咩就痛苦的事情，成长系就喜乐的事情。那你的生命改变，定系你的好事。
对咱有啲有益嘅。我哋嘅生命唔同一时，我哋去发觉到我哋面都过得好开心。所以我哋爱前进，爱竭力全心全力嘅追求，我哋人生上嘅前进。好，其他嘅嚟开下啲要，啊，所以就小鬼啊，经历一下，就看下我哋有五十嘅方法，或者系五十嘅步骤，我哋爱前进嘅。第一十，我哋爱前进啊，我哋就必须爱乜嘢啊？我哋爱前进必须爱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啊！追求前进必须爱付出代价嘅，乜嘢代价啊？就系我哋爱用，我哋爱用啊！如果我哋唔爱前进嘅，我哋就输啊，破廿十啦啊！喺講完唔開前做嘅話，你就試下看下五十方法。咁有五十方法對你嚟講係非常難嘅，但係對一啲開前做嘅人嚟講，有五十方法係非常非常嘅容易，非常非常嘅容易啊！所以你一旦開上到以前啊，開前做嗰啲事，要開人道，開咗兩雙方法，其實我哋非常開心嘅，因為。包括我们自己也说要爱付出健康的代价，除了竭力去追求，竭力就是全心用尽人的力去做人的追求的追求。包括春阳讲到也是竭力去死，就是说你往后过了牙膏啊，要放牙膏，在牙膏用晒去死，你后又不用说当然只要拍放牙膏去死，你后都没用。如果你啲鏡喺度，我嗰時咔西咗，嗰時滋出來，最後一鏡你都上千百萬滋出來。包羅出咩啊？用用用佢最後嘅力量去滋出一陣力，好像跑一條跑馬拉松嘅一啲人用用。其實包羅用嘅啲話呢，其實就係一種體育裝，一種肩章啊，一種賽跑裝嘅人。所做的人的術語來的，所以他最後一段的路跑馬拉松的人，你要跑有些跑二十鐘也好少，四十鐘、十幾鐘、八十鐘，也要用來跑一年的馬拉松，就是你要看到人的人他會撐到最後，他最快脫路就是最難撐的脫路，他最快脫路也是他會重建的脫路，他最後的脫路就是他會保健拿金来过一日才能办，保健拿金来过一日才能办。所以你看，保罗所形容到他爱情状之时，他就爱去付出硬态的态度、态度来追求。所以喺老人嘅隔年年讲一句话，你讲即系讲你爱情状嘅。那爱情做，那去爱，吃力追求。那老人家第二天讲，那爱情做，那就爱吃力追求。你讲那条，那错错也不实的话，也得经验，也得力量，就没有情重，经验也没有情重，那就不可以其他模样。啊，你讲你错错边点样该什么样有情重的话，那你讲。永遠都談不到，所以你愛情狀就必須要吃力去追求。第二，愛情狀你就必須要忘記愛緣，忘記愛緣。如果我們愛情狀的話，我們不能要一切往愛緣來看，因為往愛緣來看的時候，你就要行一段路，看一下，行一段路，看一下，我們的生命的情狀就好慢。甚至用嘅採一隻堅陣雞，一隻臭蟲上嚟衰跑先事，當然不斷嘅反轉條先事，然後遇到好多嘅問題出現，一個體力嘅消耗，一個目標欠穩定，甚至一個浪費一個時間，所以呢，我哋唔好太過於過年去忘掉看。我哋嘅目標就在我哋嘅前面，我哋要冇一切看見、看重要，唔係
看到的科技，看到以前行过的套路，看到做过的事情，然后我就要学习的忧悔，然后我就要学习的不满，甚至我就要学习的埋怨，要学习的洁癖，甚至很多时候我就看光有清晰，我就没看到暗藏线。所以最基督教的观念是说，我就要诉说主恩，诉说主恩虽然在反转上面看，其实就是要看主的恩典，不要看自己的过去。保罗呢，就是要看我清晰的看明我的譬如我俺们以自己经典所爱，俺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过犹如的面前。俺相信保罗奉养的花就是可以肯定也在医治，老也在坚固在接受在火炼的态。保罗所以在年轻的就是可以讲的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兴旺发财，甚至呢步步高升，超出这保罗的信念的话，但是保罗年轻时是就会按照一直在生命，他真的好年轻，年轻有为，只是好年轻就做为官，但是荣华富贵羽毛不过吗？有，但是切当于一个人时就是，你一直在生命完全不同吗？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生命就从化了，他之前拥有的这三个一直过去，过去了他要看到就业的前面，他的前面就业的重要，所以当他说的计划就是他不会欠他欠他的话后来他的人听他的话，其实他的方面他持着他爱已经决心，还有坚固的信心，我已经有一种极大的意志力，我不会看准过去以前的一切。其实包罗因过去的因此也是只有他拥有苦难犯损啊，他的回路啊，甚至变得最大也不能暗访的关，但是他们还在同一句话，我要往前看，向前也是目标，我努力地往前看，我就不会用那做到一言都好，我就不行呢，我行出铁步，我就个铁步是非常的重要，那铁步就是我就努力地行去面前，不要往后退，我就退步是很容易的，可以就像你以前就好像那些一些的演出我去以后在旷野里面哈哈都不会做以前，哈哈都不会做到崇拜的，哈哈都不崇拜有点好，就算崇拜啊，那好像是他啊，你会崇拜好，因为有点好比较。保罗那个形式就是会努力往前面行，他不会再回去，他不会再看见，他的过去应用他的生命，他的目标就是只有一次，忘记过去，努力面前。阿就我对阿就自己一步一步来踏上那个目标，安尼阿就个目标唔好，就去放到到天堂派。如果以天堂派，是你讲堂派个目标，你还好难得做个，你就随你阿个经验来少，随你个生命一步一步来前进。我前进呢，就会向见目标来行。其实个目标，就系主，其实个叫做主个众生。我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两个我这个目标是什么？我这个暴露的目标我是我向天主我叫做天上的也是在重视重生，我叫做重生，以前我情重呢也会老高飞一切的情重，也是非常重要的，高飞是我们情重的地方，高飞在那条一切来状态的地方，高飞
去放松下条潜藏嘅天赋。如果我哋愿意放下自己，强臂在主嘅面前，我哋只系向佢嘅十目标来照嘅话，都会系足以提供，并我哋潜藏嘅困难。再看我哋自己爱唔爱啲重光嘅十个机会，因为在《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话。直到我们终于在正道上同归于尽，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从众派之人，满有基督存在的信仰。今天也好，我们终于爱在正道上同归于尽，爱一切的正众，爱一切的众派之人。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好多人有好喜乐、好欢喜的事情，对我们存众的经历。当然，我哋在当中也遇到一些嘅挫折，也可能有遇到一些嘅沮丧嘅事情。但系总体来讲，在教会里边，喺我哋灵命上、基础情上嘅最美丽、最喜乐嘅一段嘅回忆。所以在我哋教会里边，我哋都提到一心一号，然后你嘅一心一号，我哋有小组，然后有每百分人嘅课程。也是只有二十个各年的启发课程也在进行，也在进行当中。包括另外也推一本的奉献人生，各种人都在当日本奉献人生。但是像日时用的奉献人说，我们在包括一切的情状，我们就用一本书一切的情状。虽然一本书不能够开一心灵，但是如果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小步一小步的来踏到你的前程，因为两个累积可以改变这个因素，两个这个仔这个仔，我们的这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不要小看你的这个仔这个仔这个量，你应该拖一段点稳，你应该拖一只步仔，所以你该去反向一下也在上面也要改变，所以从年了也不离开的好梦一一天丢面有的书，因为他就会请高会一切同请中心心，当他就提供寂寞的小组里面供应同样的东西，就是你好像不灭了他就恐怕你要离了他就想供应了那东西，所以如果你在学小组里面呢，你应该会买一本书，你应该会买一本书，因为你以前在小组里面的话，你还要会答应买一本书，你要来参加一个小组，那就在一切的前状终身学习基础的前状。好，我们最重要来的创业的重视，在前状的路程之中，我们会好多的提落，我们有好多的欢喜，我们也会好多的享受。如果我们有男性之外，他就真的很享受，你就是我们今天没有空间的话，所以你要知道来边上给空间他就好一点，不过他就在里面送的金钟也没有一起办了，虽然当中他就也有调皮的时候啊，他就也有好多时候有调皮的，那也看过他就也以前所以以前是新的，所以一年级了他就所以也也看到他就所以金钟是有有好多在不满，不过好点来他就有讲讲下，讲讲下，又要好好好，也就要太大欢喜快乐。所以呢，我哋创业嘅重要信息，我哋要看到，我哋要好享受嘅。我哋每年都系新嘅一年，每年就系我哋嘅两小前进嘅欢喜快乐。今年我哋做多一点点，成长也再做多点，休息再做多点，我哋就要逐渐扩大嘅生命嘅眼光。那最重要嘅呢？所以你每年按照做清晰，直到有一年那就变准变清晰，那就不需要打油，那就不需要到一段的时间还没啪一点功夫破啊，那就好想那就比较前面那段时间做功夫，哎哎呦我会搞功夫清晰哦，啊清楚清楚，哎电子你提到了就会好，就会按照这个形态，所以说前面你慢慢的好事情，也就是你刚刚有天主面前行，感觉都好不舒服，因为感觉有得到注意点，对感觉有了异地改感觉没上瘾，都得做面上的重伤。
那你以后在那个轻松的过程之中，那你好努力的往前面行，那你好努力的去做那些轻松的话，那人你讲，是第二个方面来看呢，就是那两只呢，你按容易可以得说你是在装修，所以那容易所做的东西，送别人可以用，送别人传话，送别人知道。那就你呢？我往前都送你很多，所以也是要那条，我每条时间来祷告，每条时间在心中的上面来祷告，因为只有人的祷告送给了他，他就想要代替。贵重来的祈祷从上天面前来祷告，爸爸天父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擦亮来到你的心，看到你的疑惑爱你，来到你完全来到需要前中，他就需要从你那里指引啊，出来的力量。他就需要得出从主里来的话语，上面那里在帮助。他就爱基础在前中，知道他就建筑在里面，一年一时一刻，他就都不能有放松。他就爱全力以赴追求。我们要全心全意在主的爱一生一世都来追求主人的话，主人的帮助不断地来前进，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的健康的能力或者的阶段，我们都爱不断地前进，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请你看我们的祷告